信赖善缘，得闻法要，此千生万劫转凡成圣之时，上父徘徊歧路，乍前乍却，则更历千生万劫，亦如是而止耳。况辗转沦陷，更有不可知者哉？信赖善缘，得闻法要。信是自己庆幸有这个善缘，闻到法要。法要是念佛法门，彭居士一生念佛，也是专门弘扬念佛法门的人。你看他读华严经，做了一篇华严念佛三昧论，把华严经的修行方法通通归到念佛，这真正把经念通了，普通人做不到。他还说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，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，这都不是泛泛者能说得出来的。他的确入了华严境界，的确证得念佛三昧，否则的话，这个话说不出来啊。所以，得闻法要，这一句就是听到念佛法门。念佛法门是一切法门最精要的，任何一个人得到这个法门，一生当中决定能成就。此千生万劫，这一句是讲它的可贵。千生万劫难遭遇，遇到了，能够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学，就成功了。在这一生当中，就能够永脱轮回，圆成佛道，转凡成圣之时，真的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，我们遇到了。上父徘徊歧路，乍前乍却，却是后退，前是前进，进进又退退，这就是信心不足。徘徊歧路，就是还想学其他的法门，宗门教下还没有把它放下，甚至于世间的东西还兴致正浓，这都叫徘徊歧路，不肯专修专学，这真叫可惜。进进退退啊，则更历千生万劫，亦如是而止耳。这样的心态，纵然是遇到了第一殊胜的法门，也不能成就；纵然是千生万劫之后，也就如此而已呀。这一句话正是讲到我们现前的状况。我们在过去无量劫之前遇到这个法门，就是彭二林居士讲的，咱们在徘徊歧路，
进进退退，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。这个可怕，没有把机会抓住，没有专修专学，所以才落得这样一个地步。况是何况，辗转沦陷，就是三途六道的轮回。更有不可知者哉，这一句话讲得很悲痛啊。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机会抓住，这才是真正聪明人，真正有智慧的人。咱们其他的事情不能再干，再干之后就不得了。六道生死轮回可怕。随莽随险，不理弥陀名号，顺境逆境，不忘往生西方。这是真正说明念佛不间断，无论在什么环境，工作繁忙也好，悠闲也好，佛号不要间断。初学的人在需要用思考的时候，就把佛号放下，好好的工作。工作做完之后，佛号就提起来，这就对了。假如这个工作不需要思考，是一种机械式的，都做得很娴熟了，那么一面工作，一面念佛，那就是工作跟佛号一起来做，这是不妨碍的。顺境是称心如意，逆境是事事都不如意，这是指两种不同的环境。念佛人无论在什么环境，时时刻刻不忘往生西方，这个愿就切了。假如我们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，这个愿就不真实了。往生西方的条件是信、愿、行。行就是念佛，信决定不怀疑。所以说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佛号不间断，这就决定得生。念阿弥陀佛，正觉圆满之名，观极乐世界清净庄严之相。如此执着，只怕未能切实。果能切实，则世间种种幻化妄缘，自当远离。念阿弥陀佛，正觉圆满之名，观极乐世界清净庄严之相。这两句话是说净宗修行的楷模。弥陀名号不仅是西方教主圆满的名字，实在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通号。名号是梵语，它的含义是无量觉。阿翻成中文是无，弥陀翻成量，佛是觉，诸位就知道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呢？所以念这一句名号，所有一切诸佛通通念到了。所以阿弥陀佛名号是正觉圆满之名。西方极乐世界是弥陀教主大慈大悲方便建立，接引成就一切有缘的众生。有缘就是说我们的善根福德
通通都成熟了，对于弥陀名号能信能愿能持，这就是因缘成熟。这个世界清净庄严之相，我们要常常念在心中，如此执着只怕未能切实。这个法门跟禅宗性宗修学的方法完全不一样，禅宗和性宗是要离相，决定不能有一丝毫执着，所以这些法门不着相是真难呢。净宗法门教我们执持名号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要执着。这个执着对我们来讲不难，很容易。咱们哪一个人不执着呢？只是把执着的对象换一换，把我们往常所执着的对象放下，专门用来执着阿弥陀佛。所以说这个执着就怕你不真切，要真切的执着那就好了。真切的执着名号，世间所有一切自然都放下了。果能切实，则世间种种幻化妄缘自当远离。世间种种都不是实在的，都如幻化，你可以把它放下舍离了。这一段里头前面两句非常重要，显示法门无比的殊胜。若不专念求生彼国，必至随业流转，受苦无量。对我们提出最严重的警告。修行想在一生中成就，除了往生净土之外，别无二法。行彻大师之前身是憨山，憨山为明末四大师之一，修行很有成就。他是修禅的，而不是修净的。如果他修净，他就不来了。他修禅，回来再修净，可见他对于禅教都很透彻。往生西方没有别的诀窍，就是专信、专愿、专念就行了。如不能往生，后果就随业流转。业力太可怕，仔细想想，从早到晚，一年到头，起的是什么心，动的是什么念，造的是什么业？言语行为造善业在三善道，造恶业在三恶道。绝大多数的人一生造作善少恶多，佛在唯识经论中告诉我们，心心所中恶心所有26个，善心所只有11个，善念连一半都不到，而且恶念的力量强过善念。再从外面境界上看，善境界少，恶境界多。不要看现前某人权倾一时，作威作福，等待一二十年之后，再看他苦不堪言的样子，我们见过多了。要想离苦得乐，永脱轮回，就必须专念求生净土。汝今亦可自厌生死老病痛苦，恶漏不服，
无可乐者。佛告诉我们的，实实在在，对于人生，对于这个世界，要有厌离心。住久了，住厌烦了，想离开，一定要有这个意念，这样才真正能放得下，西方净土才容易得到。这世间生死老病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痛苦，不但贫穷人痛苦，富贵人一样有痛苦。恶漏是说我们这个身体不干净，毛细孔流的汗是污秽的，七窍所流出来的都是不干净的，叫恶漏。在四念处里头也说观身不净，我们这个身体不干净，不符就是不真实，是虚假的，而且是非常脆弱的，这都是我们自己要知道的，这是事实真相，有什么可乐的呢？念佛这个法门叫做一生成就的法门，不但是一生成就，它实实在在是一生究竟圆满的成就，所以是非常非常的稀有啊。为什么念佛不能往生呢？身心世界放不下了。佛这几句话是告诉我们身心世界的真相，这个真相要是看到了，自然就肯放下，晓得这个没有什么值得留恋欢乐的，才能真正放下。一放下，你往生净土的障碍就没有了，西方路上才能够一帆风顺。将身心世界全体放下，做一超方特达之观。这里说的观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人生观、宇宙观。我们的心量太小了，起心动念都是自己，都想到自己本身的利益，或者想到自己的家庭，再大一点是自己的亲属朋友。现在能够想到照顾亲戚朋友的不多了，心量太小了。心量小，绝不能超越六道，也绝不能往生净土。为什么呢？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心量都很大，都发了菩提心，要普度众生。我们读《无量寿经》就很清楚，《无量寿经》里上中下三辈，无论是哪一辈往生，经上都是说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换句话说，九品通通是发菩提心的人，可见的发菩提心非常重要。在四十八愿里面，第十八愿就是一向专念，第十九愿就是发菩提心。所以四十八愿里头这两愿非常重要。菩提心是真正觉悟的心，觉悟世间无常，生死事大，人生是真苦啊，极乐是真实不虚。依照佛陀的教诲，老实念佛，决定得生。要有这样的见地，这样的决心毅力，这才能把身心世界全体放下，
什么叫放下呢？不再把它挂在心上了，这叫做放下。我们心里头牵挂着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通通放下。这就对了，这就是偶益大师在此地讲的超方特达。方是十方，超方就是超越十方，达是通达无碍。这个心就是楞严经上讲的常住真心。我们的真心显露了，诸佛与大菩萨用真心，我们也用真心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？放开怀抱，看破世间，宛如一场戏剧，何有真实？这个我们容易懂，不难体会。世间不容易看破，可是你要看戏就比较容易了。人生也不过就是一场戏而已。当我们梦醒的时候，想一想，梦中那个境界还能够记得很清楚。人生也跟梦境一样，确实不真实。所以，何必要为难自己呢？何必要造作恶业呢？佛在经上常常劝我们，这世间，万般将不去，没有一样能带走的，唯有业随身。你说这多可怕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决定不造恶业。在这世间，我们吃亏上当，还是欢欢喜喜，绝不在意。为什么会不在意呢？因为晓得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所以心自自然然是平静的，自自然然不受外面境界的影响，这就对了。净宗这个法门最极殊胜，无比殊胜的是教我们抓到一个真实，抓住阿弥陀佛，决定求生净土。这是其他宗派法门里面没有的。其他宗派要想超越三界六道轮回，一生得到圆满成就，给诸位说不可能。如果可能的话，华严会上文殊普贤何必要求生净土呢？在我们中国这将近2000年来，历代祖师大德禅宗开悟了，教下大开圆解了，最后都念佛求生净土。念佛求生净土，那是彻底究竟觉悟的人。他知道什么呢？他知道什么都是假的，只有这一个是真的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我们这一生非常非常幸运，遇到这个法门。世情淡一分，佛法自有一分得力，娑婆活计轻一分，生西方便有一分稳当。弹指归安养，阎浮不可留。偶益大师的成就也很不可思议，
事情一定要看淡，一定要看破，不为世间情爱所累，我们念佛功夫就得力了。娑婆世界的活计，这个活计就是生活，在生活里面去计较经营，这是世间人所不能够避免的。佛祖教我们，我们生活能勉强过得去就行了，不要求奢侈丰盛，能够减轻一分，我们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有一分的把握。心专在道上，不要用在生计上，这就对了。要是尽情地追求生活的享受，道心就退失了，往生西方就没有把握了。底下说，弹指归安养，阎浮不可留。大师这个话跟袁宏道说的是一个意思。弹指是讲快速，应该快快地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阎浮提这个世界五浊恶世，不可逗留，西方世界去得越早越好。有没有办法提早去呢？有，怕的是诸位不肯。为什么不肯呢？舍不得此地，那就没法子了。你要真舍得，真肯放下，确实往生是可以自在的。佛念众生如母一子，若众生心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去佛不远。这是楞严经上的经文，说明感应道交的状况。众生无量无边，佛念众生是他的愿心，帮助众生，接引众生到极乐世界，提供他们最好的修学环境。佛心清净平等慈悲，众生念佛是感应道交的作用，如不念就没有感应。上至等觉菩萨，下至地狱众生，都是佛所念的对象。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而众生愿不愿意来，要看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如何。善根福德是多生劫修行累积的，因缘也绝非偶然。学佛的人有几个人有机会遇到净土法门呢？他遇到之后真肯念佛，真肯发愿想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福德。事出世间，只有这一件事是真的，其余全是假的。那些虚的、假的，你放在心上，到后来全是一场空，什么都得不到。愚人、痴人才把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放在心上，学佛人把三乘佛法放在心上也错。从理上说，阿弥陀佛是我们自信的德号，纯真无妄。从事上说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是性德的显现，唯有这一项是真的。假的放在心上，到临终时一样也带不去，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带得去。在临终时，
阿弥陀佛与诸圣众前来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念头放在心上，妄念固然不好，善念也未必好到哪里，要净念，常常想西方世界，想阿弥陀佛，想发心修行正果，广度众生，这叫忆佛。所以我常常劝大家，经要念得熟，要不熟想不起来，只有打妄想。在念佛期间或在梦中见佛，都是属于感应。佛门传记中或世间文人笔记，如阅微草堂笔记，所述感应事迹很多。净土圣贤录所记载，修行人临终佛来接引，脑筋清楚，有的告诉家人已经看到佛来，都是事实。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只要念得熟，成佛尚有余欲，不学他法又有何憾。这一段很重要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只要念得熟，成佛尚有余欲，还有多余的呢，不学他法又有何憾。其他的法门纵然通通没有学，有什么遗憾呢？没有啊，这话是真的。楞严经上大势至菩萨把这个事实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菩萨在圆通章里面一开端就说，我与五十二同轮，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大乘菩萨位次五十个，从实信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，五十个，再往上加等觉五十一，妙觉成佛五十二。大势至菩萨说，他与这五十二个位次志同道合的人，从出发心一直到成佛，用什么方法成就呢？一句佛号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这一句佛号圆满成佛了。这方法简单容易，是世间一等聪明人一定采取的。聪明人不会找自己的麻烦，聪明人不会绕圈子，不会拐弯抹角，一直就到达，这是最有智慧最聪明的人。所以世尊介绍这个法门，也是要找智慧第一的人跟他说。像弥陀经上找舍利弗说，他不找别人说，唯独智慧第一听了马上就接受，就依照这个法门来修学。这是劝勉我们死心塌地一门深入。对于修学其他法门的人，我们见到恭敬赞叹，这就对了。他要说我们是无知无识，是下根劣质，我们通通承认，我们样样都不如他们。他们可以学那个高等的佛法，而我呢，只配念阿弥陀佛。这就没有争执了，不要跟他争，他不明了，
我们清楚啊。萧然若寄，常斋是佛，淡泊无欲，操修问道。萧然若寄，就是一切放下的意思。萧然是冷落的样子。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，就像暂时寄居于逆旅，几天就要离开了。这里什么东西都不是我们的，要把世间事一切看淡。常斋是佛，是佛是要依教奉行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通通都能依照佛的教训做到。常斋是指吃常素，跟一切有情众生不再结恶缘，这是粗浅之意。生一层讲，斋是斋心，心要清净。素食而心不清净，只能叫吃素，而不能叫吃斋。佛门中日中一食，亦为吃斋，谓之食午。日中一食，每天都有时差，应照天文日历，每天日中是几分几秒。如果没有天文日历，最好每天上午11点吃饭，就不会过午。午后可饮糖水、蜜水等无沉淀物，淡泊无欲，是随缘而不攀缘。做好事、做功德，亦不攀缘，随缘随力，绝不强求。操修问道，是自己修行。如果想度众生，最低限度小乘要到四果罗汉，大乘圆初住，明心见性之后才有资格度人。没有正果者，先度自己，不要发心度人。如果自以为自未得度先度人者，菩萨发心。我们不是菩萨，真菩萨是离四相、破四见的菩萨，可以先度众生。他可以在六道中自由往来，生死自在。我们没有这个本事，一定要先度自己。度众生随缘随分，绝不攀缘。至少要到原初住菩萨的地位，有能力不退转。自己成佛晚一点没关系，如果想度众生而不先度自己，将来可能要堕三途的。上品见佛素，下品见佛持，虽有持素意，终无退转时。参禅并着相，念佛贵断疑。时时有净土，时时有莲池。上品见佛素，下品见佛持，虽有持素意，终无退转时。这是极乐世界的殊胜。上品往生的，到那里去就见到阿弥陀佛了。下品往生的，到了那里还要有一段时间的修行才能够见佛。不管是上品下品，决定不退转，
而且是圆正三不退。这一个法门，这一个世界殊胜无比，真实不虚，所以要珍惜难得的因缘。参禅并着相，参禅的人就怕着相，一直相就不能开悟，目的就达不到了。我们同修当中那几个参禅的，你们有没有着相？不着相难哪，我什么都不着，是着了，着了一个什么都不着，实在不容易啊。我见到许多参禅的人，看他们都着了相，可见得这不容易，非常非常难。念佛贵断疑，这比参禅容易太多了。念佛人怎么样呢？只要不怀疑就行了。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那决定成功。念佛人之所以不能往生，实在讲他的病在夹杂。念佛的人对西方极乐世界怀疑的还不多，夹杂的就太多了，所以最怕的是夹杂，要专，不能夹杂。觉明妙行菩萨在西方确旨有一段开示，多重要啊，我把它印在佛卡的后面，常常看看，连做法会都是夹杂，看的不是净土经论的经典也是夹杂。所以念佛人不夹杂也是谈何容易啊。不夹杂怎么样呢？人情佛事通通放下，还要为了人情必定夹杂，时时有净土，时时有莲池。时是真实，实实在在，确确实实有西方极乐世界，确确实实是莲花化身。我们对这个相信，一点都不怀疑。这个往生品位的增上，只要不夹杂，不间断，决定可以达到。阿弥陀佛即法界藏身，极乐世界即莲花藏海，见一佛即是见无量佛，生一刹即是生无量刹，念一佛即是念一切佛，即为一切佛所护念，以法身不二故，生佛不二故，能念所念不二故也。佛在经中说，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无量寿无量光，两者合起来就是法界藏身。寿是指过去现在未来，是时间，光是指空间，光明遍照，时空合起来就是法界。阿弥陀佛就是净虚空遍法界。藏是宝藏，无量无边无尽的宝藏。这是从理上说，事实上也不例外。佛有三身，法界藏身是法身，弥陀的应身无处不在，随时随地感应道交。莲花是比喻一丝毫污染皆无，莲花生在淤泥之中，淤泥比作六道，
水比作次圣，莲花开在水面之上，超越十法界。染净对称是六凡四圣，染是六凡，净是四圣，这是对比的净，而不是纯净。莲花超越四圣六凡，是真净。极乐世界为莲花藏海，广大无边，即法界之意。佛的身土不二，是真清净。一切诸佛皆是由法界藏身变现出来的，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也是由莲花藏海变现出来的。诸佛是能变，诸佛刹土是所变，能变的得到了，所变的还有什么问题呢？所以华严说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这个一是任一，不是专一。在任一中，诸佛为我们特别介绍阿弥陀佛，由任一中介绍一个专一，这有两个理由。一，诸佛与阿弥陀佛的缘特别深。二，一切诸佛唯有阿弥陀佛之愿最为广大真切，劝我们求生极乐世界，到西方后可以随意分身供养一切佛，故见一佛即见一切佛。弥陀经中六方佛赞特别说得详细，说阿弥陀经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，念阿弥陀佛即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。释迦佛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，此乃偶益大师所发明，在弥陀经中为我们指示出来，释迦如是，佛佛道同。阿弥陀佛久远以前就成佛了，并不是只有十劫。梵网经中说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娑婆世界成佛已经是第八千次，所有一切诸佛皆为一个共同法身。华严说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动物、植物、矿物、六道众生、声闻缘觉菩萨以及一切诸佛皆同一个法身，所以说法身不二。佛法称之为法身，哲学家称之为宇宙本体。生佛不二，都是由本体变化的，体同相不同。佛家讲平等，这是真平等，所以念一佛就是念一切佛。莲花种子融翠游人，十步相待，珍重珍重。经上跟我们说得很明白，十方世界的众生真正发现念佛求生净土，极乐世界七宝池中就长出一朵莲苞，这个莲苞还有念佛人自己的名字，绝对不会错的。要是心清净，心地真诚，念佛恳切，功夫不断，这朵莲花愈长愈大，光色是一天比一天好啊。将来往生的时候，
阿弥陀佛就是拿这一朵莲花来接引，你就莲花化身。如果念佛念了一阵子退心了，想想禅不错，参禅去吧，密也不错，念咒去吧，搞神通去吧，不念佛了，那么这一朵花慢慢的就枯掉，就没有了。极乐世界其他的东西都是万古长春，只有莲花池的莲花看到有生有灭，其他是不生不灭的。极乐世界莲花开的不少，枯的也很多，念佛人半路退心了，莲花就没有了。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事情是真实不虚，你就晓得古德讲，咱们这个世界，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我们自己能带得去的，我们到这个世界来，什么也没带来，将来走的时候，什么也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，业力支配我们六道轮回。我们今天不造六道业，专造净业。念阿弥陀佛是净业，这个业成熟了，六道里头没有这个果报，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自自然然就往生了。何况阿弥陀佛有接引往生的愿，所以凡是去往生的人不要打妄想，西方世界在哪里呢？我会不会把方向搞错了？很多人有这个怀疑，说西方那么大，极乐世界到底是哪个星球？搞错了不是完了吗？这个不要操心了，到时候阿弥陀佛来带你去，这个好啊，不用自己操一点心，不需要认识路，这个多自在。所以我们尽管放心，阿弥陀佛的愿，愿愿真实，决定不虚，这是真的，实不相待，要珍重，珍重啊。